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反应热烈，来到第十八场，亦是12月31日的跨年场，他亦宣布再加开两场的好消息，可喜可贺。最近张敬轩因为不幸确诊而要将余下五场歌唱延期举行，不知道是否因为轩仔确诊的缘故，都令 Eason 不敢收花收礼物，所以这晚面对热情歌迷献花，他都用鬼马的语气婉拒，氹到大家笑呵呵啊。我好想收你一束花，虽然你是一位男士，我不介意，我不是说你有什么，只不过 Better safe than sorry。正所谓有事未做完就要在过年前做了它，不要择年嘛。Eason 在送旧迎新前都有头有尾地唱完在前面三场未唱完的浮夸。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，别遗忘有人在为你声嘶。由于最尾嗰个音咧，我在第一场已经唱咗噶啦，咁你自己上 YouTube 我 channel 嗰度睇翻26号晚嗰、那个，你就会听到嗰、那个。终于嚟到同大家一起倒数嘅环节，Eason趁机向大家送上寄语，祝在座嘅所有朋友啊，最紧要最紧要心舒服，个心可以松翻。松翻就好多嘢都可以解決到。好啦，喂，嚟啦，唔掂啦，一齊嚟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Happy New Year！ 每晚 Eason 嘅 encore 環節都會帶俾 fans 不一樣嘅驚喜， anyway， 而佢呢晚更別出心裁唱咗一首雙語版嘅歌曲啊！一時進，一時退，保持安全範圍。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，享受被爱滋味，却不让你想入非非。看我太甜又美，但你心与你一边要越累，愿你可以留下过我曾愉快的夜。虽然不收得礼物同花，亦不揽得，不过 Eason 真系好锡 fans， 在完 show 后上车离场前，都有好好咁同 fans 打招呼，见过面，相信已经令各位 fans 在2023年的第一日就有非常难忘的回忆啊！